来一辈子星际，做一辈子朋友。好的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收看这期由邵帮主带来的《星际争霸二》精彩战报解说。对阵的双方呢，是来自于中国 IG 战队的向遥和来自一位韩国的条形码选手。那么地图来到了极地永夜，这是一张两人图，来看一下双方出生点位。红色的虫族就是来自于韩国条形码，也许不是韩国人啊，这就不好说了，因为条形码很难猜。那至少可以确认的是，这是向遥的，蓝色的人族。这是没有问题的啊，毕竟是自家兄弟嘛，对吧？鸟哥威武啊，看看这场比赛会打得怎么样。极地永夜这么坑的地图，为何还没有从啊天梯里面删除掉？为什么的为？这张图反正平衡性上一般啊，补给站。啊，这两天那个有些炉石的玩家可能会问，怎么没有更新炉石的视频啊？这个如果你看了我的星际视频的话，就告诉一下，就是炉石呢最近打的并不多啊，除了直播的时候打一会儿，其他时间呢打的很少，可能下周吧，下周时间多一点以后啊会恢复。星际呢相对来说呢，时间呢是可以就做的视频会快一点啊，所以优先先做了星际。好，兵营气矿啊，停农民的那就是一个死神开。出了个小失误啊，刚才农民也是多拉了一个。这个图啊，三矿其实开的时候一般大家会选这个矿，而四矿呢人族不没有虫族好开，因为人族不太可能拉一堆枪兵过来打岩石，而虫族呢随便分几条狗慢慢咬，这个四矿都随时可以咬住，然后很稳妥的开在里面的话呢，对虫族来说有利。但是如果说人族打这种骚扰的话，你像这个位置，对吧？高低地的这个蛙跳式的空投，会给对手虫族的矿区带来很难受的这种感觉。这张图真的是虫族防守起来会有一些难度，但是开矿的话还是虫族好开。好，第一个死神建造差不多了啊，双死神。虫族家里面呢，选择的是一个，我看一下是仙气啊，不是仙气矿，是仙血池的。啊，如果是仙气矿后血池的话呢，哎，这个时候血池好了，应该是有100的气左右，几乎是同时放的吧，反正血池先放的应该，并没有着急贪科技。两皇后，同时点下，人族也是发现自己二矿。看一下死神的骚扰，死神进来以后啊，杀一个农民，好的点掉，已经很赚了。小狗出来再点一个算你，哎，有点难，有点难。对手直接放下了一个 BA， 豹子爬虫。两个死神的时候可以想办法去骗对手的狗。好，二矿农民就势在必得，必须杀你，躲开，要放建筑。好，皇后死保一下。招猫斗狗啊，现在就是这种状态。两个死神操作一下，再回主矿。这时候应该逆向反身去杀农民，我跟你说，绝对能起到奇效。好，两个死神顶着皇后的压力想点啊，这边农民细节操作也很好，双方的博弈啊，在细微的操作上并没有分出太大的这个差距，基本上还是同一水平段。这应该是鸟哥的一场训练赛。这死神要悲剧，哎呀，还好。对手的狗呢是没有第一时间咬，好像是手动操作了一下，反而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。如果说平 A 在那里的话，肯定会咬到。三死神想杀皇后，一个皇后真是打不过啊，向后拉扯，
两个皇后就算了，直接上高地啊！这边你狗还真不敢过来，你狗过来就甩你。哎，他并没有选择甩啊，应该至少可以秒掉对手前排了一两条狗的。家里面看一下三基地，然后交换附件，开始双产火车。同时呢，这边放下了医疗艇啊，接下来这个农民要是能抓到就帅气了。可惜啊，死神回家了，这死神没有必要回家啊。啊，有提速狗了，怪不得回家了。我刚想说没有必要，后来发现提速狗好。这是你看到了吗？啊，可能是看到了。鸟哥，求别打脸啊！等火车，然后配合死神去压三矿。火车对提速狗的杀伤力呢，啊，相比死神来说呢要好很多，而且稳定一些，不会担心轻易的被包住。只要反应够快啊，视野当中控制的好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出了一个围巾，准备杀对手这个房子啊，也是势在必得。重组家里面的三矿运营好了以后升二本，那时间是7分钟，这个二本升的还是比较早的。我觉得重组这个二本升的可能会有奇效。好，死保一下皇后，但能量不足，给自己加血。这，哎，鸟哥这什么套路啊？这么早幽灵真相？难道要在这张地图上放核弹吗？很少见啊，可能这张地图特性的问题，也许在这个地方草丛里放个核弹炸对手农民是很好的一件事情。我估计啊，鸟哥会这样做。好，三矿先干扰一下，两皇后，哎，这个拼命抵抗可以加一口血，这个皇后，哎，能量不够，一口都没有，只有46啊，我看着还挺多的。啊，升级隐身啊，估计是要做核弹了。先隐身后核弹，攒能量走到那儿，然后放核弹。这三矿应该点不掉吧？我看爆了多少条狗，16条狗，这个有点太嚣张了。这三矿要是掉了，多亏啊！那你只补16条狗，可能打守不下来了。这三矿要是掉了，鸟哥就大赚。这波狗不敢上，皇后又一次死了。皇后给基地加了个血。这波狗还真不敢上，一次一次的用皇后去吸引火力。第二个幽灵军校，那鸟哥家里面是已经摆好阵势要核弹到底了，接下来就是双产核弹。主矿的话其实也不错啊，配合医疗艇投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小红点炸主矿也很好。这个三矿势必要守住啊，地堡已经埋好，这地堡应该埋在就更靠近中间一点。好，咬掉对手一个火车，好，守住了，砍砍守住这个三矿。但是重组三矿农民是零，这一点就比较尴尬。而人族的这个三矿早就开始扔矿螺了，家里面开始生产核弹。看一下小狗跟包火车有点难，哎，这狗死了，好伤啊。然后皇后往后退，没有加血，这个皇后死了。这个基地还是很难守，虫族也不敢补农民，鸟哥优势很大，这个基地不敢强秒。地堡这居然选择了拔起来换位置，也是很难受。飞龙出来了，好的，敢不敢强点这个基地？皇后没有加血，也没敢强点，因为还配合了一些小狗。人族这一波损失有点大，被狗加飞龙逼退。我们看一下死这个幽灵鬼兵在哪，在家里面攒着三个鬼兵了，两个要脱线核弹了。飞龙过去骚扰一波，家里面做防空，然后开始做寡妇雷。防空没做呀，家里面枪兵数量很少，三基地直接选择飘起来，因为没有枪兵，靠鬼兵狙击吗？这有点难呐。狙一个，再狙，哎呀，鬼兵直接先死了一个，狙掉两个。普通攻击有没有机会补掉？这有个红血的，哇，鸟哥这鬼兵有点亏呀，这跟飞龙硬刚有点亏，怎么办？枪兵不足，防空刚才就是没下，因为早就看到飞龙他不下，这实在是有点伤。两颗地雷埋下，鬼兵继续隐身慢慢打。好，炸掉了一点点，但是单飞龙吸引火力强行继续杀农民。三个鬼兵医疗艇还好夹住了，我觉得这飞龙也有点冒失啊，你这么有必要强拼三个鬼兵吗？你总共就4条飞龙，你非要强拼。
因为飞龙它是越多杀伤力越好，而且它是可以达到一个骑射的效果，它单体伤害一次攻击并不高。好，这矿是别想开了。哎呀，飞龙哥，对手已经修了一圈的防空，这你敢信？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系列，猛虎下山的感觉。这个三矿肯定是逼退。我想看一下医疗艇带着鬼兵来了，核弹直接升成主矿高地，这个位置非常好。隐身没有能量啊、有隐身，但是时间比较短，只有六。直接炸基地正中央吗？你这个真的有点狠，农民已经跑了起来，应该可以躲开。第二个医疗艇，好的，炸掉一些虫卵，然后在这再放一个核弹。好，这个基地肯定是掉了，有没有反应？我们看一下，鬼兵就在这儿。这个要出事情了呀！这你敢信？哦，咬掉了，还好，虚的不行，好吧，根本就虚的不行。这你敢开四矿？对啊，我说开在这儿嘛，对吧？我以为他开四矿。医疗艇继续找位置，完了，走远了。先，哎，没发现吗？这个鬼兵你没发现吗？完，这在低地底下放个核弹，你说你虚不虚？慌不慌？不过现在没有核弹，核弹马上生产出两颗，双雷神，找快找位置去放核弹呢。这波血量上，哎呀，不太健康。飞龙还是挺占便宜，哎，这你敢硬 A？ 还真 A 掉了。飞龙数量多就是霸气，好，通过弹射来杀对手农民。好，果然一把雷达开视野放核弹，但是你这雷达也暴露了你的这个鬼兵放的核弹的位置啊。这不操作一下吗？动起来，动起来，懂斯达斯，懂斯达斯，躲开了十几个监察蝗虫，然后还单挑挑不过，你敢信？飞龙赶紧回救，单挑挑不过啊，两个就可以打赢了。这个红血医疗艇继续多线核弹啊，家里面就攒雷神。人口方面，人族是98，虫族104，虫族的农民数量呢是70，人族是54，在矿上都是三矿。啊，这鬼兵去找位置了，就必须要势必要炸掉这个三矿呗。这视野当中，你说你想看这小红点，还真是有点难啊，真的有点难。这能发现吗？这能发现吗？炸了 ，nice！ 哇，这简直爽爆了呀！这核弹炸的，我真的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，那就是 nice 啊！炸没了，农民、飞龙、监察蝗虫 ，overload， 简直就是无情，我跟你说。打得太漂亮，打得不错。这多线核弹弄的虫族，真心的。刚刚那块你说正常情况下本身它就是红色是吧？红了吧唧的，哪看得见呢？真难看。这边是升三本，同时做了宿主，我感觉鸟哥现在绝对是心情很舒畅，是走在大街上，这么多雷爸爸，加上地面的火车啊，火车应该升级蓝火了吧？这绝对可以升一下蓝火了。一个。伪装的枪兵过来侦查一下，站在对手的队伍当中，虫族是四矿在手，但是又遭到了核弹的袭击。哎呀，这多线核弹是挺烦的，你找不着。得，完了，反应还行 ，nice 啊，就炸出一片天，好吧，就必须炸出一片天。宿主动起来，小虫子过去进行骚扰，打雷神是不错的啊，这东西因为雷神单杀是很累的，火车侠喷一下呢也还行，这种消耗下去的话，还是要靠坦克来进行 AOE 的伤害，让这些小虫子直接送命，或者枪兵也可以啊，因为枪兵射程比较远，
但是他一攻一防的枪兵就挡不过了。现在就是火车侠就白送了，杀的不够快，射程就没有优势，两线的一个核弹。我看这边农民还没补呢，这边也是，这边狗很多呀，这要出事情了呀。哎呀，这一颗核弹 nice 全部炸光，这边 nice 全部炸光，行了，虫族已绿，人族已经160人口，虫族已经绿了，真的就必须绿。鸟哥的多线核弹看来已经成体系了呀，这个图还真是挺好用，要是多线核弹的话，这个核弹点很多。这边做了一个行星要塞进行防守，来进行对抗对手的这些蝗虫。人族选择正面推进啊，雷神数量很多，一轮骑射就倒，核弹已经放下，这是你敢路过你就是个死。防因为繁银已经没了，这飞龙不会在这坐等被炸吧？这农民别过去，哎呀真是前后都不能过，这边还炸死了三个飞龙，哎简直无情，永无言败也不行了啊，永无言败是人族说的，总之是让虫族很难受，我感觉很难受。接下来就是慢慢的把虫族耗死，因为虫族现在老是断矿，三矿也采不着，农民数量也不多啊，63个还可以，炸的那么多农民还有63个农民，你说虫族有多少农民，真是繁衍能力太强。虫族现在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出大牛来针对对手的雷神，因为雷神打不过大牛，火车侠呢也打不过大牛啊，就大牛会是唯一的选择。我跟你说就来了，这片农民要是死光了真的是没得玩了。抓得到吗？监察蝗虫在哪？监察蝗虫在哪？出不来，农民动啊，哎呀反应慢，这边农民倒是动起来了，这边也要放下来、啊、这应该是咬死了、啊、应该咬死了，这边鬼兵死了，刚才那一波农民损失了至少得有啊，损失了30多个，现在只有30个，损失了40个吧，真的啊，32个左右，一片矿，满满的一片矿，满彩啊！两个就突出一个号，这么多雷神，终于出坦克了啊！坦克是杀小虫子的一个利器，因为它是 AOE 的一个高伤害。那你像火车侠呢，射程又短，跟对手硬拼呢，对手攻击其实也低的、啊、又来了，已经反应过来是这边了啊，看能不能抓到啊，抓到了，走过路过啊，不要错过，这堆宿主怎么解，农民不停地在修大地堡还是能扛住，这必须得炸他一下啊，就是核弹这儿放一颗，然后正面加速主来一颗，是吧？多舒服！你看，医疗艇找位置去了。可是监察蝗虫在这儿死守，本来想找个位置。往后拉扯一下，部队已经绕到了右边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核心点位的一颗核弹能不能炸掉虫族一些东西啊？暂时看炸不掉。拆掉一片矿，错过了，什么都没炸着，人族部队拆一片矿就走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。哎，你这有点过分了，你真当别人家里没人是不是？当别人家不存在。哎呀，虫族也没钱转牛，有气但是钱真的不太够。哦，这个不行，这要是炸着可就爽了。我们看一下虫族视野，还是发现了，动啊，不动又没了。哎呀，你居然埋下去，你敢信？这你敢信？人族不能忍了呀，一波凶猛的进攻就来了呀，毒牙飞弹。好，这波是可以推了，我觉得真的可以推了，对手刚不住啊。
毒牙飞弹去针对宿主还是挺好的。你们都是红血，都红血，放出去就算你赢。锁定，锁定，跑出去了，跑出范围了，毒牙飞弹全部都废了。我雷神雷爸爸还是很威武的，这边红血的如果再中一颗核弹就帅了。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啊，就不管双方打得怎么样，我觉得核弹看的是最近来说看的最爽的，我得有几个月没有看过这么爽的核弹战报了，真心有点爽。作为我们玩家来说嘛，看到最好的还是就是有壮观的场面，有欣赏的这种感觉。重组再次多片矿开起来，但是自己家里面确实是很难受啊。一个火车侠，蓝火火车，三攻两防，不停的烧。这边又是多线核弹，开始炸基地。正面呢打不下来，就往后换一换。这个基地很快就被三攻的机械化点掉，对手战败啊！好的，恭喜一下鸟哥获得这场比赛胜利，一场精彩的多线核弹，让我们看到了人族核弹的魅力。好的，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少帮主大家解说，同时你可以支持一下我们的暴雪周边的正品店啊，少帮主的这个游戏外设店和暴雪周边正品店，很多的暴雪小说啊，最新的暴雪八本小说也是现在有特价送礼物啊，感谢支持。